好了，哎呦，这天儿可太热了，渴死了。谢谢啊，师傅，你喝什么？我给你买水。房间应该有水吧？我等不及了，我先去买啊。那我在前台等你啊。姐，我们那房间是有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看见了个帅哥。谢谢。姐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？他呀，他就是这次来参加发布会的人。王浩不是刚退役吗？据说退役的时候还特地去参加了王浩最后一场比赛，据说呀是王浩的铁杆粉丝，我们都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。王浩这个名字很耳熟，我好像认识他前女友。真的呀？他前女友好看吗？我们只见过他女儿的照片，好漂亮的，据说是他年轻的时候生的，后来离了，现在还是个奶爸，单身一个人带孩子，是他吗？不是，比他漂亮多了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觉得那王浩跟我开玩笑了吧？他叫什么？他叫沈哲。我也喜欢你，沈哲，我超级超级喜欢你。哎，他在跟谁打招呼啊？你给我签个名吧。你俩认识啊？我三个片认识。肯定是看我姐长得漂亮，一见钟情了。别瞎说。你现在也不渴了啊？不渴了。哎，两位这边请。前面就是休息室，麻烦两位在里面休息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请进，请啊啊！小心！那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哪能换衣服？一楼洗手间坏了，里面有更衣室。哦，麻烦你在里面换一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不好意思。我去换衣服。啊，你去吧。嗯。姐，你先换着啊，我出去买点吃的。啊，好，马上就回来啊。这里没人，就这儿吧。没问题。
你有什么想问就直接问，活动马上开始了。好啊。听说你要签约职业俱乐部了。对。可以告诉我你有意向的团队吗？还没有做好决定。最近有好几个俱乐部都在跟你联系，但是一直都没定。难道你有更好的想法？也不是，只是我这个人比较优柔寡断，还没做好决定吧。季帅，你还真的是幽默啊。不知道你对王浩退役的事情怎么看呢？众所周知啊，王浩他一直是机器人格斗界的一个神话，他涉及诸多领域，然后他每样都很精通，当然了也一直拿您和他作为比较。听说你这次是为了战胜王浩所以才走上这个职业道路的。王浩就像是个神话，不过神话终有落幕的一天。我觉得像他这种在顶级俱乐部待过的人，一旦离开又接受不了自己去二流战队，最后只能选择退役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在大陆竞技的前十年他确实是不可超越的。把这句话记下来。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同样会选择在自己最巅峰的时候退出，以免自己晚节不保。季帅真的是不仅对自己毒舌，对前辈也是一样。实话实说吧，那季帅接下来几天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发邮件给我，我看到就回复。好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辛苦，辛苦。所以你 OK 了吗？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谢谢你啊。你说你个大姑娘，换衣服也不找个洗手间什么的。一楼的卫生间坏了，我的衣服全湿了，没办法出去。安静。沈哲。姐，外面热死了。那行，有机会再聊。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走错门了吧？你们一会儿活动结束想不想去 KTV 啊？啊？不是，就是工作人员私底下的活动，不用太在意的。我们就不去了吧，一会儿我们还要回房间收拾，反正要累就累到底吧。行，那不见不散，等你。慢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就刚刚。就刚刚我出去买东西那五分钟啊，五秒钟，就那么一瞬间，你俩就对上眼了。那当然还差那么一丢丢。牛。喂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还早。哎，喝不了就别勉强啊。再帮我拿一个。无聊吗？我妹说她去拿个手机，现在还不回来，我就看一眼她。行了，别管她那么紧，你是她姐又不是她妈。但是她都去半个小时了。行了，别可是了，你妹现在一定会感谢你此刻没有去打扰她的。什么意思呀？先卖个关子，就先不告诉你。你这个人秘密好像还挺多的哟。所以呢，你有感兴趣的吗？
我感兴趣的，你都告诉我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李哲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哥，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还好吗？我忘了，我回来睡觉。送你。你确定你现在 OK 吗？ OK， 非常 OK。 你刚才问的问题还有兴趣知道答案吗？嗯，我就说一次，挺好了。嗯。无论天涯海角也能倾听到，让这时光飞到故事的最后。无论天涯海角也能倾听到，让这时光飞到故事的最后。阿静，阿静，不是，你怎么又看后座呀？哎，人挑车都是挑性能、挑手感，你怎么只看舒适度啊？后座也挺宽敞的，老人坐应该也舒服。老年人免疫力弱，外出要格外的当心。我们这台车的空调啊，配有 PM2.5 的滤芯，还有深紫外线杀菌系统，你们尽管安心乘坐。那就这个吧，有现货吗？有现货，这边请，马上为您办理。嗯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哎，吴白，艾静找我，哥们先撤了。嗯。你不要走，姐。请放开我，罗杰斯特先生。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，姐？你想把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他吗？他是你的妻子，先生。你这是在惩罚我。你让我生受折磨。你觉得我这么做容易吗？你觉得我看到你备受煎熬，我很开心吗？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我如何安慰你。如果有一种可能，我都会说出来，但是我不能。我不能因为这些诱惑放弃我的自尊。你有妻子，你只属于他一个人。哇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特别好，各位辛苦了啊！去换衣服啊！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怎么样？哇，艾静非常棒，特别好，艳惊四座，真的很好。没让您失望就行。没有没有，我加油。哎，保持住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啊！啊，好嘞好嘞。哎哎，愣着干嘛呀？今儿真的演得特别好，谢谢。我都有点感动了。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啊？不了，我有约了。男朋友啊？八字没一撇的。行吧，那明儿见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您老亲自来了。那哥们谁啊？我的罗切斯特先生。什么叫你的罗切斯特先生？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怎么了？艾静，我真没跟你开玩笑。那天在广州 KTV 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辛苦了，导演。快过来！我知道淮海路有家特别好吃的私房菜。哎，我听说过你家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还蛮好吃的。是啊，莲子，拉一下，莲子。行啊，来，一块儿吧，走。
还行啊。没有声音了。应该走了吧。看一眼。哎，慢点，你等等我呀。哎呀，我记得我剧本放这儿了呀。你再想想，你放哪儿了？走了。啊，我看看啊。台上来了，快，别看别看，小心啊！还在吗？还在吗？还在呢，走过来。人呢？哎，刚还在呢，他们没走。你耍我？切！回来。说真的，你到底记不记得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不记得，你挡了什么呀？哎，小飞虫，这里怎么那么多小飞虫啊？你看，飞那边去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刚才那场演出挺精彩的。其实我有很多面，只是你还不够了解我。那能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了解一下呢？我没给你机会了解我吗？什么时候给我机会了？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这算给机会？你人来了不是更好？你们一般都弹什么曲子？嗯，小星星吧。嗯。不错啊，还会弹几首儿歌呢。其实我有很多面，你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既然我们都有很多面，互相了解一下。现在你快乐不快乐？千万别想我依旧辗转反侧。当时的故事你是忘了，我是记得。有没有找到对的选择？你是？你好，我是沈哲的前女友。来来来，饺子来了，来喽！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聚一聚，就当提前庆祝新年了。好，沈哲开饭了。好。沈哲啊，你今年过年真的不回家了呀？嗯，太闹腾了，图个清静，正好把我一个人留在 KK， 让我享受一下孤独的滋味。哼哼，好吧，随你。你前女友在我家。又来了。怎么了？邢周周又来了。你们先吃，我接个电话。
好的，好的。谁啊？把沈卓吓成这样？他妈妈？比他妈妈厉害多了。前女友。前女友？讲讲吧，快点。这说来话长啊，大家伙都在，我不合适吧？沈哲有个前女友啊，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。嗯，我跟吴白都知道。哎，以前他对他可好了，千依百顺，可后来前女友劈腿了，劈了三回。然后呢？然后沈哲就痛定思痛，彻底分了。可人姑娘不愿意啊，就非要和好。他又要出轨又要和好，沈哲长得又帅，技术也好，他凭什么呀？沈哲也不想和好呀，可这姑娘，什么？当众下跪，当众献花，当众求婚，当众自杀，什么都玩过了，差点把沈哲玩死。哇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就是这么恐怖。沈哲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对他没话说了。秦周周，你别哭了，行吗？我是上辈子欠你还是怎么了？你先离开他家。沈哲，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那么开心，从小到大怎么了？我就活该被你折腾是吗？阿静，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，信我好吗？行，挂了吧。阿静，阿静，擦擦吧。不用了，我有。你喝点什么？果汁还是咖啡啊？不用了，我不喝果汁也不喝咖啡。那吃点苹果吧。不用了。真不吃啊？你不吃，我吃。长得也没多漂亮呀，还挺会装客气。其实吧，感情上的事儿呢，也不用弄得这么难看，对吧？既然你不吃苹果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做给你吃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沈哲，你个渣男！行了，你今天都骂我一百多句渣男了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信不信我？不信。不信你还接我电话？我比你大，要不让着你，真成欺负小孩了。行，最大你最大，行了吧？哎，静，他真的是在跟你胡闹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找小白，我找九七，他们都能证明我的清白的。你们男人之间的友谊，不就是互相打掩护吗？不是，那这我……你别说了，挂了。你先别挂。算我错了。等我当面跟你道歉，行吗？不用了，别见了，就这样吧。各自清静。求你了。我要是当面跟你解释，你还是不满意，你抽我。我沈哲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我今天说了半句假话，你抽死我。行了，先这样吧。我，沈啊。谁啊？爱静，爱静，姑奶奶，给个机会解释行不行？
你有毛病吗？你看现在几点，让不让人休息了？我，天地良心啊，爱静，那我不得赶紧来找你解释清楚吗？解释？解释什么？你前女友吗？大可不必，还劳烦您亲自上门来赔罪，真用不着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就想告诉你，我爱静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所以麻烦你转告你的前女友、前前女友、前前前女友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爱找谁找谁，就是找不到我爱静头上，因为我爱静跟你沈哲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什么叫什么关系都没有？你不喜欢我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喜欢你？你哪只眼睛都看出来你在喜欢我？真好笑了，我喜欢你，我怎么喜欢你了？我是给你抱了还是给你亲了？你赶紧冷静冷静，别再自作多情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你。一，我没跟你亲；二，我没跟你。我没让你说这个，我让你把你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句话再说一遍。我跟你，我又不是复读机，我为什么要再说一遍？因为我想让你再说一遍。姑奶奶，我就再告诉你。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不是没关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口是心非啊？非你个大头鬼！笑什么？赶紧起来！我不起。你不起我打你啊！来啊！我受着。你刚刚说你爱静，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样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又来这招，不好使了。姐，你怎么也不……嗨。不关门啊！Sorry， 你们继续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继续。那我继续了。快起来。行，你赶紧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去啊。不是还没完吗？快滚，走了。那你先说你不生气了。你生不生气？快滚。好吧。你生气了，叫一个，叫，让我走了啊。你衣服拉好。我走了，姑奶奶。初三来我家吃饭。敢迟到跟你绝交。好嘞，走了，小姨子。韩寒啊。好嘞。姐，这大白天的，你们俩也不关窗户，也不关门，就这么激情啊？咋了，跟你拼？下次记得锁门啊。你好，这是你要换的尺码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早安，早安。新买的衣服啊？没，上次买大了，换了个码。都是新换的。现在换货可方便了。买这么多东西，家里要来客人了？不是说了吗？沈哲初三又来家里吃饭。今天才大年三十，你就惦记着初三了？过年串亲戚比较忙嘛，我就提前准备了一下。嗯，哼，说实话，你准备这些好吃的，特别像招待小朋友。你看我笑话是吧？不过妹，说真的，弟弟真挺好的，阳光、善意、有活力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也试试？你觉得好就好，好好珍惜就好。哦，对了。嗯，沈哲说伍佰也在上海过年，他初三带他一块过来啊。怕了，放不下了。我有什么好怕的呀？让他们来啊。
来了，我给他们俩一人发一个大红包。呦呦呦，给你出息的。真无聊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。嗯，乖，知道卡点给我拜年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呀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能在哪儿 ？KK 基地呗。KK 基地布置怎么样？有没有过年的气氛？关键是有没有人给你们做年夜饭？没人给我做，自己做泡面吃。嗯，那么可怜呢。没事儿，回头你来我家，我让我爸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现在是在邀请我去你家吗？你说呢？说好了，不许耍赖啊。那你想吃什么呀？想吃辣的四川菜，还是家常菜？老陈，您喝点水。哎哎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个，这房子是你买的？啊，对。很能干啊，能在上海买那么大的房子。我是贷款买的。贷款也很好的。哎呀，哎，孩子，来，哎，吃点水果吧。谢谢。来，哎呀，哎，叔叔，嗯，你们家洗手间在哪儿？哦，是个水果卷上洗手间，这消化好。哎呀，洗手间在哪儿？行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身体多好啊！这是干嘛呀？怎么这样啊？把香菱、玉燕都带家里来了。你们外婆的脾气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外婆介绍过来的人，应付应付就得了。我也跟外婆说了，要安排在外头，可外婆偏偏说，要在家里省钱。那也不能这样啊，二对一。是啊，爸，您见过人这么相亲的吗？外婆说了。这孩子挺好的，你们俩都看看，谁看上谁发展。要是看不上啊，那就当是交个新朋友啊。快什么呀？快递在下面，我去拿一趟啊。啊，这孩子一惊一乍的，这干嘛呀？我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怕沈哲要上来了。他不是说下午来吗？大姐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，不就是下午吗？这样，你负责外面，我负责里面。哎，我这手机还没拿呢。嗨。嗨。你不会下来接我的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来接你的。你姐呢？我姐在上面陪客人呢。陪客人？啊。她上次跟我说没客人啊。哎，我外婆介绍过来的一个人，我们也不太熟，在上面聊天呢。行呗，认识。哎，沈哲。啊。那个，这不过年吗？家里客人多，你上去可能坐不下了。哦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陪你在附近转悠转悠。我俩转转啊，算了吧，我怕某人吃醋啊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那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让我上去。怎么？不方便啊？我跟吴白说几句话啊。
那个，我姐呀，她没有跟我爸说她交男朋友了，但这也不能怪她，她肯定是想着相处久了，再带她见家长嘛。而且我外婆介绍了一个男的过来相亲，沈哲要上去了，那壮年那肯定得打起来呀。跟你姐相亲？不是，不是，我那跟你相亲？啊不，也不是跟我。我怎么说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。三个人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外婆介绍她以前的一个学生过来，她想让我们三个人一，哎呀，我给你解释不清楚了。反正你别误会，我跟我姐都不知道。反正我们谁都不想相这个亲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拖住沈哲，别让他上去，免得他上去就乱了套了。听懂了吗？懂了。我去跟他说一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干嘛？有话就说呗。爱静在楼上跟男人相亲了。哎，沈哲，不是他怎么上去了？我不是让你拦住他吗？爱运动吧？啊，对，喜欢打球。打球好啊，祖籍哪儿啊？山东的。哎，山东是个好地方，山东哪出了不少人才啊！对对对对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爸，我临时有事儿得去趟剧团。大过年的去什么剧团呢？导演说要排练，特别着急。特别着急，那就赶紧的啊！哎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那个，要不我送你吧，我有车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叫个车去。哎，不是你妹妹呢？她在楼下取快递，马上就上来了，我走了。行行行，注意安全啊！嗯。来，坐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爱静，你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在相亲啊？我还没跟我爸说呢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啊？哦，还是你跟我好着，顺便在那儿相亲，到时候看谁好选谁啊。今天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相亲不是你情我愿，哪有什么意外啊？啊，那就算是意外。以后他们再让你看别的男人，我怎么办？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叫看男人？要不咱们先躲躲，等下去走。我现在看自己的女人也要躲了，是吗？我跟他们说我在剧团排练，他们看见我在这儿，不就是我说谎了吗？那行，您单身跟我没关系了，行吗？我走。沈哲，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？行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小孩子脾气。哎，你下来！我白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呀。完了，我姐跟他解释不清楚的。哎，上去肯定乱套了。你冷不冷？要不要给你披个外套？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上去了。哎呀！哎，小白，外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帮我把礼物给搬下来啊！来啊，什么？我来爱情家不合适吗？哦，不，合适。那我扶您上去。好。你是爱情吗？啊，是的。哟，这人比照片漂亮啊！我外公。外公好，好，大家都好啊，真漂亮。沈哲，你放我下来！沈哲，怎么我就给扛下来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哎，这不是小哲吗？嘿，这小伙子行啊，你看把姑娘给扛走了啊。先走了。沈哲，你要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谁的电话都不准接。
就我们两个人，找个地方把话说清楚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那沈哲，你现在可以啊？你敢跟我动手了是吧？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。我什么时候动手了？你刚刚是怎么把我弄进车里的？你忘了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径吗？土匪！你还笑？你笑什么？土匪！行了行了，我是土匪，行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要把你带回去，当我的压寨夫人。行了，你臭皮，看着说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别管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别卖关子，快说。行了，你别那么急好吗？都说了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这天儿也不行啊。嗯。什么不行啊？想搞浪漫，出门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？诸事不顺呐。我看，这就天意吧。来都来了，喝点。光喝酒多没意思啊！我们玩个游戏吧。来啊！游戏的名字叫 I Never。没玩过。就是我说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果你做过，你就输了；如果你也没有做过，就是我输了，我喝酒。OK， 这有意思啊！来。不过你开车能喝酒吗？没事啊，找代驾呗。那你先开始吧。好，我先来。我沈哲从来没有留过你那么长的头发，喝吧。到你了。嗯，我从来都没有开过车。你不会开车吗？嗯。不可能，你都多大人了还不会开车？我怎么不可能啊？我跟我妹天生路痴，出门连东南西北都不分，怎么开车啊？那不是有导航吗？你有导航啊。我喝。到你来。我从来没有带异性来过这里放烟花。我也没有啊。我喝。嗯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人表过白。我也没有，不是到我了吗？你是不是故意要输啊？我沈哲从来没有像喜欢你一样喜欢过别人。我赢了，是不是？沈哲，你输了。你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。我爱静也从来没有
像喜欢你一样喜欢别人。我想这才是天意。别谢了。没事。我和阿姨在咖啡厅哦，阿姨让你来一趟。这车牌也还不了了，陪我去个地方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？咖啡馆。邢周周又来作妖了，帮我。周周啊，我们家沈哲呀，就是一时闹脾气，你别介意啊。妈，我没在跟他闹脾气。你少说两句。邢周周，你别装了，行吗？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这大过年的把她叫来，你不是折腾她吗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好好说话不会呀？人家周周那是孝顺，让我过来玩两天，连机票都是人家出的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妈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去年就分手了。哎，我。沈哲，我不想跟你分手。邢周周，我再郑重的跟你说一次，当初是你把我甩了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有女朋友了，你懂吗？我有女朋友了，你就好好说话啊。既然我已经过来了，就当是春节过来旅游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游吧，别带上我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头好晕啊！妈，你不会血压又高了吧？你说说呀，我养儿子养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用啊？一点都不知道孝顺我，就知道气我，真是白养了。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就知道你也不会心疼我。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行，那明天我带上爱静，我们陪您四处转转，行吗？我不认识什么爱静，我就让周周陪我。妈，我求您了，我真的求求您了，别掺和我感情的事了，好吗？不行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明天早上早点过来，接我们俩出去逛逛。好的。啊，阿姨再见。阿姨在。那，谢了。他这次居然连我妈都敢搬出来了。你冷静点。
好好想办法。我拿他永远都没办法。那也得想呀，万一哪天他直接上门找艾静怎么办？找艾静？没办法呀，我只好先把我妈哄好。吴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有事，今天不能陪你了。骗子！你今天不是要出去约会吗？二哥他有事了。干什么了？今天我和他在外滩陪他妈妈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给你发地址。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去看戏。喂，艾静，你在哪儿呢？我陪我妈呢，她突然来上海了。你昨天怎么不说？我忘记了。就你们俩吗？反正我把她送回去，我就来找你。今天没陪你，算我错了。我下次补偿你，行吗？沈哲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哎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我哪敢骗你啊！好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半分钟再告诉我。不用半分钟，我现在就回答你，我全是实话。好，回头。啊。回头。哎，海鸥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惊喜，太意外了。机器人，邢周周，他也刚到。机器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出租车还跳着表呢，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，给我省点钱？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我上次告诉你，你反应太大了。怕你生气，我才没告诉你。是他把我妈诓来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嗯，您戏可真好啊。本来呢，我打算跟你出去逛逛，特意买了景点的门票，好多景点，好多钱，扔了也可惜了，全送给你。这是干嘛呀？下次还能用？不用谢，交往一场，就当分手费了。艾静。艾静，沈哲，过来拍照啊，沈哲。又是你干的，对吗？啊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是不是？我想让他知难而退啊。她是我女朋友。
退什么退？我哪儿退？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好补偿你啊。秦周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们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的走，不行吗？你有你的人生，我也有我的。还有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以后不要再去找艾静了。她有什么错？她就是跟我谈了个恋爱而已，有必要这样被你折腾吗？可是我舍不得你啊，沈哲，你试试嘛，我们可以回到以前那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多开心，沈哲。哎，哎，沈哲，沈哲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哎，这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阿姨。我们去拍照，哦，走，没事儿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摆这么一堆吃的，失恋了？分手了？又分手？就那个女的，我今天特意买了景点的门票，想陪沈哲去逛逛，结果他妈来了，他让那女的陪他去。那个女的？哪个女的？就他前女友啊。哦，对。我忘跟你说了，反正就是他骗我。你俩这也太混乱了。你让我理理啊。年前的时候你俩吵架，然后和好了。大年初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初三的时候又吵架，然后又瞬间和好了。姐姐现在才初几啊，你俩又吵架。你别说了，陪我喝。好。你给我讲你的伤心事儿，怎么伤心怎么讲。我每天都很开心啊，没什么伤心事儿。才不是呢，你上次就你拒绝伍佰那次，你抱了个地球仪又哭又叫的，我怎么抢都抢不走，就像那次，就像那次讲。你是我亲姐吗？我都这样了，讲给我能怎么样嘛？你是我亲妹吗？好好好，陪你喝酒。那要不这样，我找个人去把你那个沈哲打一顿。那不行，你看，你又舍不得。戳死他！哎呀，你不吃我吃，你别霍霍了。这都已经对着沙袋打了一小时了，何止啊！刚在跑步机上就跑了一个小时了。队长，他受什么刺激了？邢周周，把沈哲他妈妈骗上海来了。不是吧？邢周周战斗力爆表了。沈哲也太惨了吧！这怎么办啊，队长？解铃还需系铃的人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几个把邢周周直接搞定，不好吧？不是，队长的意思应该是说，要让沈哲好起来，还是得从艾静入手。我知道，问题是怎么搞定艾静啊？艾静。对啊，那我赶紧打电话让他出来帮。喂，艾静女神，十万火急，江湖救急，你再不来帮忙的话，
沈哲非得把自己练废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怎么说啊？他答应了。谢谢队长。吵架了？吵架的话，男孩主动低头跟女孩认个错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干嘛呢？我刚从外面回来。哦，行吧。主动认个错嘛，别让女孩子伤心。你以为我没道歉啊？我道歉了，道歉有用吗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呀？你就骗他说，我姐太伤心了，准备跟华梯和好了。但我听爱情说，他要带爱静去找华梯。找华梯？嗯。跟华梯有什么关系啊？嗯。华梯不会是爱静的前男友吧？哎呀，我困了，长夜漫漫，早点休息啊。不是，坐下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说清楚，不说清楚不能睡。爱情啊，跟荣誉是一样的，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可我选的是爱静啊。起床了，太阳都已经晒屁股了，起来了。嗯，我失恋综合症，别理我。为了让你开心呢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送你一个新手机。真的？不许骗我。没骗你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，十分钟之内肯定到。你看，没到十分钟已经到了。阿静，华梯来干嘛的？他爱干嘛干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天没分手，就一天跟我有关系。那我就正式告诉你，我们分手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你不是想分手吗？跟我上楼，当面说。你小子别后悔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正式说？正式说，可能分手。无赖。无赖也行，反正我不分手。放手。不放。你放手，别急了，小心我揍你。你揍啊，又不是没挨过。你说的，有种待会儿你别躲。来，谁躲谁是孙姑奶奶哟。这个就算了吧。怕了吧？不怕呀。我换一个。这个你还满意吗？我处理方式有问题，我承认，但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分手，听懂了吗？哎，静，不要每次一吵架就分手，一吵架就分手，很伤感情的。别的错误都可以原谅，
第三者不可饶恕。这没有第三者。百静，我给你看行吗？我给你看我们的聊天记录。不看。看了你就知道了。不是你不看，你怎么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？你得看，你看了你才能。我不看。听我说，我念给你听行吗？我不听。我念给你听。我说，周周，感情的事儿呢，咱们不能勉强。你这是逼我再也不能回家，跟家里断绝关系了。你这样跟我爸妈说谎，说是我变心甩了你，我都没辩解，对吧？我这是在给你留最后的面子。毕竟大家过去在一起也开心过，也快乐过。但我们现在已经，你们俩在一起很开心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开心还是不开心。哎静，我开不开心。我们在一起了2年，刚开始确实是挺开心的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我跟他说我俩已经，重点是你们俩好过还很开心。没有，我就行啊，阿静，阿静，谁还没有一个前任啊？我要有10个前任，你怎么想？真的假的？10个也没事儿，我不封建的。那20个呢？只要在我之后，没有就行了。阿静，咱不说以前，就说现在。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沈哲就是一个死心眼儿的人，我只要跟谁在一起就是一条路走到黑，除非你不要我了。那我受一气怎么算？姐，我错了。什么你姐？哎呀姐，我真错了，我别跟我分手，我真爱你爱七荤八素呢，我受不了。你不要去。小气了。小气了就好。但是有件事儿啊，我还是得跟你聊清楚。你跟滑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滑梯？嗯。有他什么事儿？你们那。我没怎么了，感觉好像刚哭过。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什么？我就回去了。先回去。我俩事儿还没说完呢。你先走。那你消气了。嗯。消气了。哎，你先走嘛。你笑一个，笑。嗯。任家。啊。哎，赶紧走吧。走了，不许生气啊。啊。我跟您说，您今天见爱静，绝对不能再欺负她了。我要是没有爱静，我就从这儿，看到吗？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知道。上次在医院，妈对她不好吗？咱不说这个，我今天就是想跟您说，爱静她真的是一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姑娘。论相貌，论人品，论学历，论为人处事，你这个女朋友啊还真是比你强了不少，可就是这年龄还是大了点。哎呀妈呀，您别老是不该说什么您就说什么行吗？就是喜欢这种比我大的，尤其是爱静这种比我大3岁的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女大男小可是大福气啊，我老婆就比我大，比我会做人，会办事。师傅，同道中人啊，看到没有？爱情真的特别好。你看，他每次训我，
都能把我训得服服帖帖的，倍儿舒服。而且你看啊，成熟，有魅力，对吧？话剧演员。我知道了。那您说好，今天不许欺负他。啰嗦。不准欺负他，您先保证，发誓。发什么誓？那我放心了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前段时间逛街的时候你试的那身？对呀、啊，我在唯品会上看见了，比商场便宜多了，好看、啊，适合你，正式场合不能马马虎虎的。爸，你好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了。还不会走路了吧？可以啊，这样行吧？怎么走？帅帅帅！你看这这这啊，这就你最近这肚子长大了。啊，这！我说爸，人家登门拜访，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我能不紧张吗？你说一天见两波男方家长，哎呀，你们真是心疼你们老爸呀！这不能怪我吧？是吴白安排的，也不怪我啊。沈哲不想落后，非得同一天见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。那个，吴白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到？下午就到。我们先去外公家见叔叔阿姨。那行，妹妹啊，那我先不管你这边了啊。姐姐呢？现在马上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 go 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那以后啊，咱们得常联系。是，有时间多来玩儿。是。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也欢迎您去广州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喝早茶。一定一定啊！静静，哎，阿姨以前想不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嗯，那行，叔叔，我先带我妈上车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行，好，那您慢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阿姨，我送你。好，走吧，慢走啊。妈，我跟阿姨说两句。拜拜。你过来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例行公事见完家长，也不跟我腻歪腻歪。哼，那不是我爸和你妈都在呢吗？我晚上来找你，不许说你没空。有空，我爸晚上去见吴爸爸妈，我刚好不想去。那好，晚上见。嗯。叔叔，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您。再见，照顾好你妈妈啊！好嘞。沈哲的妈妈也是比较传统，你呢又是个硬脾气，我估计你们俩以后碰着还得吵架，你得有心理准备啊，你得让着点，知道吗？行，爸，我让着他。怎么说话呢，这孩子？你妹妹那边要来了，来得及，您走着去就行。啊，怎么来得及？时间紧迫，我还得换套衣服呢。换衣服？您不是穿着西装的吗？买了两套，你和你妹妹一人一套啊！赶紧的，帮我叫辆车，我去换衣服了啊。好。嗯。哎，爸，你慢点。啊，行了，知道了。终于可以单独跟你待一会儿了。上午不是刚见过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上午那么多人，单独见才算见。哎，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？嗯，马马虎虎吧。怎么能叫马马虎虎呢？我那个表现明明就是完美，优秀。嗯，自己都知道还问我干嘛？那不需要得到老婆大人的肯定才行吗？来，嗯，我们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呀？什么日程？结婚的日程啊。你说吴白
跟爱情都要结婚了，我们还等什么呀？人家吴白都追我们十年了。十年怎么了？我也可以追你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结婚之后我也可以追你的。你今天吃了多少颗糖啊？嘴这么甜，三两句话就想把我骗走是不是？哎呀，天大的冤枉呀！老婆大人，我对你的爱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照，你怎么能说我骗你呢？少赖！反正我就是赖上你了。不够，还是不够，不够。你还不回去吗？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正好帮忙做个见证。